We need dreams. They nourish our spirit. They represent possibility even when we're dragged down by reality. They keep us going. Most successful people are dreamers, as well as ordinary people who are not afraid to think big and dare to be great. When we were little kids, we all dreamed of doing something big and splashy, something significant. Now that we need to do is to maintain them, refresh them, and turn them into reality. For all of us, what we have now is the great opportunity to learn and experience. All our dreams can come true if we have the courage to pursue them.有人说，喜欢的歌静静地听，喜欢的人远远地看。我没想到的是，那个人会在十七岁的某天突然降临。我是一个好姑娘，我成绩优秀，助人为乐，吃苦耐劳，尊敬长辈。唯一的遗憾是我的左耳听力不好，如果你站在我左边跟我说话，我就有可能一点也听不见。谢谢你，我自己来吧。这是我看过办的最文艺的黑板报了，很有自己的风格。听说你还负责我们的校刊？有负责一部分。小王子也是我最喜欢的故事，这一段我都能背的。你很喜欢蓝色吗？啊，可能是我妈妈特别喜欢蓝色吧。你学过画画吗？学过一点点，我妈说我小时候太皮了，学画画能老实一点。你皮？看不出来。啊，上期校刊上我有看到你的文章，有道说你很喜欢写作。他就是大嘴巴，我写着玩而已。哇，写着玩都能写这么好，说不定几年后我们田中也能出一个著名作家。妈妈，我那件蓝色的毛衣呢？有时候你会突然发现，有的人一句话就可以点亮你的一个梦想。举起来，给你们双手。再来，五十，快点！三个，来，快，安静点儿，嫂子唱歌呢。
好了，你走吧。，世界如此的清澈高远啊！放开我！哎呀，我告诉你，以后你别在这唱歌，外面那帮傻子没人听得懂。我不唱歌，你养我啊？那我养你呗。省什么呢你？别以为有人怕你，刚才外面那帮人多半以为你是瞎子，才怕你。你是瞎子。我弄了两张王菲的演唱会票，你跟我去上海吧。我去，忙着呢。忙什么呀忙？忙着泡那帮学校的小白脸啊，那多没劲儿啊！啊？嗯。哎呦哎呦哎呦！今天让你看看啊，我怎么收拾天龙这帮小子啊，让他们跪下来向我求饶，好吧？天中必胜。台下师妹抢篮板啊。好。队长，怎么抢了啊？试卷了吧，早点休息。今天太棒了，我们赢了那么多。哎呀，这个真是，这都是全靠。今天回去就别做试卷了，早点休息吧。今天表现太棒了，我看着咱们队得分得的最准的也是你，我在下面给你加油，你听见了吗？
找我？是。有什么事？没事就不能找你啊？这条路上碎石头很多，拖鞋走路很危险。危险？我这个人最不怕的就是危险。我叫黎巴拉，黎明的黎，巴拉巴拉的巴拉。我认得你。是因为我很漂亮，所以印象深刻吗？不早了，赶紧回家吧。你先告诉我们什么时候才能再见。追死战吧！好，来。谢谢你，谢谢。哇！啊，是我新一级版吧？没有啊！你干嘛呀？你踩我鞋，我都没说你呢。你没看你碰我一身吗？你要给你擦吗？要给你擦吗？看，别闹了。对不起，对不起，没事了，大家散了吧。啊，没事了，大家散了吧，回头再补上。长得帅也得有真本事才行吧？不好意思，我们是不是有什么误会？没什么误会，只有事实。你到底怎么保送上的？回去好好问问你爸啊。小易，妈，哎呀，今天累不累呀？不累。这是我给你做的，中午好好尝尝妈妈的手艺啊。一看就没出息。你别乱想。他有本事走后门，没有本事让别人说呀。你有证据吗？需要证据吗？你学习成绩那么好，都能被他刷下来。那是我自己没有发挥好。行行行，就你大度。来，我们家大厨来了。谢谢。谢谢。走吧，吃饭去了。薛你搞什么鬼啊？在这边装王子啊？正好你们两个都在呢，来，我妈刚送来的甜品，一起尝尝。谢了，我不吃甜的。不吃辣的。哎，小表妹爱吃甜的，我拿给她。谢了。张扬。嗯。保送的事，我真的还不知道。哎呀，没有的事儿，别听他们瞎说。哎呀，咱们三个争取把前线的前三名全部拿下，苏芬那会儿三剑客横扫江湖。嗯，你成绩这么好，传授一下秘诀呗，比如数学怎么才能考到98分？说，那就少做一道题呗。臭屁！你来，怎么了？没事。能站起来吗？
我帮你。谢谢。你耳机要藏好，被教导主任抓到要没收的。请小豆女士和我一起吃午餐。不喵就是同意，喵就是拒绝。啊，算你有骨气，像我。一进你门就看见你了，难怪我今天输钱。一天鬼鬼祟祟的。下去。哎哎，你怎么吃我蛋炒饭、啊？米是我买的，蛋也是我买的，油还是我买的，你凭什么说你的蛋炒饭呢？应该根据题干意思选 D， 就是逆的，明白了吗？明白，老师。好，那我们今天的课就上到这里。嗯。皎皎，你这边还有什么问题要问的吗？我没有，你帮他解答完就行了。谢老师。不用谢。这个。老师再见。再见。老师再见。再见。如果没这个颜色的话，我就不要了。刘老师啊，走了啊。哎，走了。慢点啊。嗯，再见。你呀、就是命好，买再贵的包，你家老蒋也不说。他敢，他有今天完全是靠我。算命的先生已经给我算过命了，说我这个人又旺夫又旺财的。就是。阿姨好。娇娇，我给你花钱补课，不是让你在这儿偷偷做小动作的啊。走。这都得拆吗？必须得拆。您能不能替我们反映一下？这周边的街坊都已经很熟了，我们这一搬他们也不方便。你就别担心这个了，这一片啊都要重新规划的，你们就踏踏实实的搬走就行了啊。不了。听说新调来一位市管局局长，要把这儿建成城市花园。来，你等一下，我给热起来。哦，月老，你看看桌子上那些保健品，好像都是提高记忆力的，全是英文，我也看不懂。记得每天吃啊。他来了。你妈想见你。你能不能有点骨气啊？哎，你不吃饭了？哎呦，来了！你好，你好，你好，你起来晚了。来来来，我介绍一下，啊，这位就是我的校友许局长。哎呦呦，你好，这位是我的夫人，我是许姨妈妈，你好，真漂亮，真漂亮。这是我们家千金。哎呦，真好看。
来，坐坐坐。呵，嗨，你好。啊，我同班同学。嘿，哎呦，缘分。许局长，这可是缘分啊！你看，我跟许局长我们是同学，我们两个孩子呢又碰巧是也是同学。是啊，是啊，是啊，是啊。许局长，今天就冲这个。您得多给面，多喝两杯啊！别老许局长许局长的啊，就跟以前一样叫瑞阳啊。我听说你们家少爷是不是已经有了复旦大学的保送资格了呀？已经通过初试和复试了，还有一个中试。嗯，应该差不多啊。你看看你们家儿子多有出息啊！哎，我这个女儿啊，就知道整天想着什么唱歌啊、出唱片啊，这一点学习的心思都没有。妈，你别瞎说。哎，瑞阳，咱们可得说好了，到时候咱们两家孩子升学宴我包了啊。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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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谢谢。好，来来来，咱们大家举杯。来来来，谢谢，很高兴，很高兴。谢谢。哎，你去哪儿啊？黎巴拉，你很有名，是吗？那很快你也会很有名的，因为你正在泡一个很有名的妞。我有说过要泡你吗？现在说也不迟啊。我可以泡你，但你得答应我个条件。多少钱？一块钱。好不好吃啊？嗯，好吃。你要是再不好好学习的话，长大了就和他一样买棒冰，听到没？走吧。你去田中拍个叫徐的男生，不管你用什么手段，我要他身败名裂。没问题。不问为什么？不问。
走走走走，快点！这学校领导，爬那么高，多危险呐！抓紧啊！帅哥，改天见。 没事吧？没事。对面的男孩看过来，看过来，看过来。兄弟帅，等等我。大家好，我是黎巴拉，黎明的黎，巴拉巴拉的巴拉。我在三里酒吧唱歌，快来找我玩。 你这个臭小子，你吓死我了！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我跟你说，以后你就住这儿吧，我也住这儿。我就告诉姨父啊，这房子租不出去了，好不好？然后呢？然后，你看。 你干什么？哎，你真美，美的惊世骇俗。你以后就跟我在一起吧，别唱歌了，我养你。你养我？当然了。你拿什么养我？男人嘛，有力气就能挣到钱嘛。 我为了你，什么苦都愿意吃。那也得我愿意才行啊。没问题啊，只要你别跟天中那个小孩在一块儿就行了。要不然我见一次打一次。你敢动他一下，你试试。你快乐。 奶茶，哎呀，别在意了，不就是保送吗？大不了咱们再考更好的。我有说过我在意吗？啊，你在这儿，找你好大一圈。你还寄宿不能忘吗？我来就是告诉你我不去了。我给小表妹补数学，啊，她数学又挂科了。就你那小表妹，整天抄一张脸，你还对她那么好？有吗？没有吧。 走，拜拜，拜拜。哎，难得周末，咱们去看电影吧，你也别复习了。我累了。喂，怎么都不敲门啊？你看你没有手啊，快帮我接一下。 这些资料我都用不着了，放你这儿，明年高考你能用得上。谢了。别老玩电脑，对眼睛不好。别婆婆妈妈，对身体不好。别老嫌我烦，等我明年考出去了，你学习上难题啊，自己解决。你真放弃保送了？姨妈昨天来我家跟我妈说了一下午呢。那个专业我不喜欢，哎，我可是要考医科的，再说保送也得考。 耽误事儿，麻烦。张扬那么优秀，连初试都没过，他活该。他哪里得罪你了呀？你对他老有看法？我对他没看法呀，我压根就懒得看他。他的优秀啊，你以后就会发现。对了，今天校门口有个校外女生，对你们班徐一大张旗鼓的表白。
好多人围观呢。没戏。那可不一定，那个女生真的很漂亮。我看许弋这次危险。再漂亮也没戏。要不这样，我们俩打一赌，如果要是许弋喜欢上那种女生，我帮你写一个月数学题；如果要是你输了，你得听我的，把这个本子里面的题目全部做完。好啊。快回家吧，晚上挺冷，小心着凉。你说海那边是不是就是神仙？没有。你怎么知道？因为我这是从海那边过来的。你从大城市回到这里，不会觉得闷吗？不会。你觉得闷？在酒吧唱歌不是应该很好玩吗？这么了解我？哦，我是听别人说的。你们这些好学生一定很看不起我们这些在酒吧唱歌的吧？不会，我想你唱歌一定很好听。还行吧，反正酒吧是我表哥开的，唱得再烂也没人敢那样下台。你爸妈呢？不管你吗？死了。啊！哎呦！你怎么了？快快快！眼睛进沙子，快帮我吹一吹！快点快点！哦。小帅哥，怎么脸红了？你别害羞啊！我会对你负责的。你不是说今天不来了吗？刚把你时间给叫了。谢了，我请听听歌。啊，什么歌？特别好听，真的。你喜欢听什么歌？国歌算不算？去你的！我这个人吧，是没什么情调，但是我小表妹喜欢听陈奕迅。我觉得你对你的小表妹有一种异样的情感，开口闭口都是她。哪有啊，她这个人笨笨的，需要别人照顾。我看你笨才对吧，你的小表妹要是笨的话，全世界就找不到聪明的人了。在我看来啊，她比猴子还精。你怎么在做高二的试卷啊？还不是因为她。说检查团要来，今天不补课的吗？检查团走了，
天喜欢吃香菜吗？不是很喜欢，但我就喜欢抢别人东西。别人的才是好的，小姑娘，有一天你会明白。很恶心哈。感冒了要早点吃药。你好像不怕我。我为什么要怕你？你们学校的乖孩子都怕我。什么是乖孩子？什么是坏孩子？你真不认得我？我怎么觉得在哪儿见过你？喂，喂，喂，给你，我家就住这附近，不要紧的。叫黎巴拉，要赞了酒吧唱歌，有空来找我玩，我请客。我终于认识了巴拉，在学校后面的拉面馆里。后来我想，这其实是我一直都在预谋的事儿。年少时的好奇心最要命，如果时光倒流，或许我该做另一个决定。你看到的画面永远和你想象中的不一样，你想要了解和靠近的人也和想象的不同。这话该我问你吧。谁欺负你了，哭成这样子？不管你的事。我才懒得管呢。很多故事还没有开始就已经结束了，但当你以为它已经结束的时候，它其实又才刚刚开始。我不知道是不是只有变坏才能像那个叫做黎巴拉的女孩一样随心所欲，要什么有什么。